带伊，拢无事，我抢过来。来啦，你九条，你十条，你三百块对啦。你帮我抢下来，一、四、六，还是八条啦？你十条，佫加一三百块，十片三百块，十条三百块，你抢。哎，做也好请的啊。来，八条走你头的啦。来，你四、来六条，还是八条来？九条、十条，佫加一三百块，人来帮你带伊。来，头前佫一个。来，白带鱼还有谁啊？没有了哦。来，我一下。哦，啊，你要乌鱼啊？乌鱼有三百啊，我这排骨卡住了，这个卖三百块啊，三百块等于两百。哈，不能包不贵，太贵了，你看高级了，这卖三百块，卖三百块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不管就要冷冻。海鲜的东西哦，除非你当天要，不管都是要冷冻的哦。海过两百，我问你三百块三百对吧？哦，三鱼饺啊，跟你串串都吃三百块，这个三百两百不？那我看无人来哦来，我吃乌鱼来。哎，你买个抓啦，你抓无人伸手哦。哎，你看你看你看，钓上啊，贵一百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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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一不能买乌鱼的不？你要吗？不要。好，那几只？三只够。三只啊。好，三百块。不能买乌鱼。乌鱼，无人来啊！吼。有只嘛乌龟鱼，有只嘛乌龟鱼啊。乌鱼你也要一份哟，你要三只乌鱼，好，那就给咱放一点。他们讲有一千花枝条嘛，有搞。来，包鱼，这长这长八孔，好，包鱼。一颗来，两颗来，三颗来，一三条下来，四条下来，还五颗下来，六颗下来，三百块。捞鱼啊，这种感觉。切片就跟那个鱼盘那个。他已经切，帮你切好了。对的。他帮你切好，对他帮你切好了，回去。切好了。切好了。他帮你切好了，回去只要排一排，鱼都没人吃，淋上去就好了。哦，三百块，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，够下面就鲍鱼，三百块。不然卖了鲍鱼啊，我要卖啊，来。没有卖两百，这三百是刚好，刚刚好。来，天价，有天花。哎，差不多买这么多，这个怎么上？还加了一百呀？啊？加了鲍鱼啊？加了鱼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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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干搞起来，OK。哎，我问你，你鱿鱼圈有人要吃无？鱿鱼圈这边够介绍啊啦，你逐礼拜拢有。回去啊，你搞沙沙蛋蛋的串串好吃啦，炒三杯就好啊。你拢家己出去只团购，你卖一包卖来咧，一包卖两百，吼，回去用钱也卖使。一包一公斤啦，一包一公斤。吼，爱食啥个？我问你，只买两包，一包两百，两包卖四百，变个要吃就有啊。只来只来包三五三百块对吧？来，小易走。来两百，两百块。来，小易东西吃完了没？来，个人要吃鱿鱼圈无？两包两百块啦。八块，哦，两百。这不就鱿鱼圈了？我两包两百块，还是两百来，两包两百。还有谁要来？两包两百块。哦，来找了。还有两包有无？鱿鱼圈，两百块，还接来。还有两百块，先卖。古城是星期五。没有人要两百的，没有了哦。来。
小鱼干嘞，什么小鱼干嘞？哦，买一百块，买四只啦。这无长头无破肚，等于炒辣椒啊，好食啦。哦，炒只烤只小炒，炒只豆干好食，一米一百，两米就包啦，100块一百块对啊。一锅一百块，这旁边都我来的，哦，一百六。哎，一锅啦，这搭三个哦，下这种目标平均啊，一百块一百块小鱼干啦，炒豆干炒辣椒啊，好食。好来，这边两个啦，阿姨。啊，好吃啊！还是饼个钱啊！来，大伙，这些。还掏钱，还掏钱，这三个呀，这块，哦，100块。没有。快，尽量快一点。小二走。哎，500块丢。我看到的时候都拿下去了。快了卖吧，虾仁500块，我爸，我来买的，先管肉啊。这边我介绍了，先管肉，大家都会再等于炒三鲜，炒青椒啦，炒葱啊。三百四对啊，哦，你注意听讲这哦，反正坐下骹坐，这有两个，一箍外你卖120块啦，这三箍你来差人啊300块对啊，400-300啦，这还佫送你五盒互你啦，哎，你哦，你300块吃50块，哦，300块，这管路啦，你这起码讲话这是面粉做的哦，五箍3箍来4箍来啦，还这五盒来6盒来300块，哦，你袂佫坐，你这个看家好食啦，你人办到了起，出海参啦，来，来你4盒来啦，来6盒来300块。一个沙发来，边个几号来？二来四来，来六号来，哦，300块。啊，个人卖无300块四罐肉，哦，等于差三千，差翻未了吧？对吧？下雨啊！300块四罐肉，个人卖无300，300的，没有了哈，来。鸡腿16号。鸡腿排呀，鸡腿卖300块。好的。啊，你开始。哎，过来要吃啥？鸡腿排。你要吃啥物？你有要点菜无？来，红柑先包老人荤。可以先包。要啥物？红柑老人荤，四卡一份，蚵仔一份。哦，啊？红柑两份，蚵仔一份，搁啥物一份？四卡。四卡。四卡。哎。这红柑我需要问一下哦，红柑啦，这回去哦，你搞打针啦，搁红烧就好啊啦。爱食啥个啦？一尾我开钱要开偌济？一尾要开500，两尾开1000几，两尾开800-700对啦。500块，剩下500有人买，老人分哦。300啦，要吃300块。哇哇，什么哇哇？我也不知道，已经去几人了，我看不出来。你听我讲完，你不要紧。不过保证是哇哇，没错啦。不是纠集啊。来，再一份老人分，刚过两个，刚过两个，老人分。我看你要是安肝吗？今天安肝已经。哎呀！
我去搞掉来啊！要不然有出来碰碰。我老公。好，自己想办法。啊，那个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在奋斗。啊，那边叫青蛙呀？你要青蛙吗？那个吗？青蛙。现在都是牛蛙，现在没有青蛙。哎呀，但我好你讲，那是嘛是讲水鸡牛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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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去煮蒜头鸡蛋，他手上背掉，我这三百块对吧？再过你，再过你，这赔拢该背掉啊，三百块。来，过来，我们吃四卡好不好？四卡。好来，叫我接来，你出现了无啊？来三百来。我要春天了，先卖两百，霸我了，我最好结果，拍我。不过两百啊，来，啊，贵一下八呀，贵一下八，没够盖家，这一点都没怕了。这你猪皮瘦成我家，一包一公斤了，一包一公斤重了，反正我一包来卖三百五啊啦，一包三百五，两包七百块，这两包开五百了，七百面了，三百块，哦，来两包三百块，不然我们讲贵一下八不？等个猪皮瘦汤就好吃，这两百，三百块。来，还有谁要讲贵一下八有无？贵一下八，一包一公斤呢，一斤好卖两百，一公斤才卖三百块，现在我问一下，这两包来三百块人来无？两包三百块，贵一下八，两百哦来。我来给我点菜。萝卜糕还有。这不菜吗？贵一下八。三百嘞，我想来几只包啊？无啦，伊开价乱你啊！我来卖无，三百，无啊吼，三百，我三百，你开一百，我包两百，我再来找你两百。哦，我来卖三百无，可以三百，没有了吼。啊，好啦。哎，今麦拢吃的啦，然后今麦后遐对野生的。哎，师傅要买200块了。什么水饺？那是鸭心啊，鸭心的嘛，我让水饺料料。哦，啊，你还要买蒜，买200。啊？要200是一包。石木鱼丸。一包300的，一包。啊，这个包了。哦。一包了，一包啊。来，安琪，修。过来，要吃石木鱼丸不？三百一碗。给我两个袋子。这客家的呢，客家三百一碗啊。过来买300元，这些人丢。老板啊。对。弄做功课，来黑林，黑林包起来哦。买不买啊？黑林包起来哦。哦。来到今天啊。你也不来啊？还是过来啊？来，三百这边，啊，够两百不？三百块，来边来。来三百，最后够剩下了，三百块，拢无。还海菜几多位啊？海菜。你想 ？OK， 来黑林。哦，黑林来。来，这海菜吼，你注意听讲啦，你回去你搞煎蛋啦，还是讲啊煮啊煮煮汤煮糜拢会使啦。好来，我讲这海菜哦，你回去煮糜伊好食。哎，接下来我问你啦，这回去免阁洗啦。走就走。好来，接不来啦。哎，用你等于用你个细啊，一条退冰一下落去煮落去晒啊。好，一人买两盒三四盒好来，200块五盒，两百。你买300。300啊，还七盒啦，三条的，还有八盒的，来九十、十一、十二盒来条，300块好来。还个人要吃海菜无？你拢无刷啦，你拢该洗好啦。啊，无买200对啦，200块好无？好来两盒四盒好来，四盒啦。六盒、七盒、8盒，好，8盒200块啦。过来，我们吃海菜无？你回去哦，你囡仔煮糜吃啥？你甲这个人留留啊，吼，这边过来。小玉，过来啊，叫计程车来就好了。来，
还有谁要海菜的吗？海菜不能包啊，不然我们讲海菜不？海菜呀，好啊。还是要不？你去外面拿。那是红干是不是？对，那是红干。海菜啊，不然我们一包下来，下来。啊！过来卖嘛，一百，海菜。大概一百块先卖，一百块。可以咯，海菜啊。好来。过来，讲要啥物？红，你来这个要红干咩？红干咩哦，好来，干啥？红干这多袂贵啊，这我一杯提起来五百，一杯两杯啊，免一千八百啦，三百块对吧？三百块，对不对？两尾三百。他要三尾。三尾吗？四百五啊。对啊。他用这杯剩，他这杯剩一百呢，对吧？你靠省啊，四百啊，你说四百啊？哦。来，红干过来。较大哦，较大，好来好来，无安尼啦，两块来啦。啊无，啊是你要买两份？哎，两份啊，因为大买两份啊。两份干杯哦！安尼啊，两份干倒两个，倒两个都不要等啦。有人要干杯？小给我啦。这很大了啊！今天的大尾都这样子。三百块而已，你还要博大跟龟一样哦。不然我们讲光红干杯，我这两个三百块。两个啦。好，安尼就摆啊！你搁要两份，你搁要两只还是四只？各两只啦。各两只，安尼伊要九百就对啊啦。哎，红干搁两个，三百来个。干杯，干杯！好啦，干杯好啦，啊，几好无？啊，一半。来个先卖三百块，过来，三百块，两只三百块，两次三百块红干吗？两只三百。多利鱼今天被一个人统包吼，因为只带一箱，一次被统包了。不是买不到，是一次被人家就全包了哈。干杯哦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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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是啊，我讲啦，贵啦，三百了啦，要死啊，老板，没有，你要大颗的，三百块，另外一种，你要大颗的是另外一种，再来再来，你要大的那是另外一种，今天好像没有，今天大粒的有炸无？哈，大粒的无啦，无，细粒的不要无大粒的啦，过来卖无啦。看到有看到惊啦，还个人卖袂啦，两盒三百块，干杯啊！这个真真的好食，鲜奶油好食，过常常就俗个，拜托个，也要两份，两份啦。你要两份是吧？来这边的，我要给两份。还个先卖啦，三百这边个两个啦，找你两百，这两个。来个人要干杯无？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还有谁要吗？有啊，好，干杯，无人买啊，吼。好了，包好了。这是七百米，有灯塔。包鱼啊，我包好几啊了，吼。三百块，你好，这边我介绍，汤是汤，人做只汤，来煮鸡汤啊，来只煮麦啦。这两条的、三条的、四条的、三百块、五条、三百六个、三百块。哦，不然不叫包鱼嘛，三百块。好，先来。三百。来，一二三四来。又来又来。哎，那边。哎，那边。来，过来，包鱼过来啊。到这边来。来，开。哦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今天两个。包鱼时间的，三来四来五来，好六来三百块。来小姐，哦，等一下找你钱，等我一下哦。小小自己要干杯哦。四来五来，六来三百块又上来，是吧？三百包一个人卖不？我好来，大家倒落来。来，两桌干杯包去后边啊。包一份去后面。包一份去后面。好，小小子帮你留了。河虾两个五百，一箱多少？还想吃什么？贡丸，贡丸，贡丸。河虾一箱多少？河虾哈，
河虾两盒500，有7个，3500。三五对吧？2盒500嘛，14盒是3500。哦，对。对了。7×5=35，3500一箱。3500。来，现在贡丸。对啊，今天数学变好。两包能发货，200。有补习，有加班，有差。来，没拿贡丸，三包呀，一个三包了。还700不够。好。快点，你洗澡花。来，这边6包找500。两包。来，也三包。这边6包找500，好。来500。这六包也来。来，云林分会会长你来了，还有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慢慢这包泡。1包。2包。两个人卖，我刚刚贡完嘞，还没有贡完的。够了我用这无大只，啊对哦，炖鱼片过来，你讲伊还用个烧着啊？你讲你要煮泡面，甲捏开片甲炖着，你也免阁过煮啊。啊对啊，你啊退跟落去，退就可以吃了。我的最爱出现。啊，这下个人拢爱我。退跟落去，啊你啊个细只用，这细下爱用滚水用矿泉水细下诶，爱用矿泉水细啦。对我你穿着都贵啦，我来讲无好着，对我你穿都贵。啊你一出发吼，穿起来啊，就是怪我海产嘛，晓得无？好了好了。来哦，谁要甜虾的赶快来哦！第一次看到卖甜虾。这个用煎了无三百，你买袂着啦。这里面300块就是只有这种尺寸。甜虾啦，哎，一些买我讲，你注意听讲哦，这吼，这不是白虾哦，你泰国虾哦，你不是白虾，你泰国虾哦嘿，哎，这虾啊鲜无同款，你有看无来？哎。哎，接下来我招五个人去，有啦，有无可能？哦，这有好料，你若上届无拢爱卖你500-600，我可能卖贵啊，卖10公斤，你拢爱偌济，拢爱上届卖1000块，哦，干贝鱼啊，尤其这摆年都到哦，这鱼啊，干贝也要一份。哎，接下来我拢去招五个人去，先卖啦。安尼啦，我春节我拢甲分分了好无？我招五个人，我来讲五个人去就五个人去啦。你若招你1000哦，你袂搞贵啦。有买虾都有。今年你买无啊啦？钓什么只虾啊？真个，有个客人也无啊。那鱼要煮泡面，要啥要甲炒菜，要甲烂着料啊。啊，你退冰落去吃，无你甲做两半卖使。讲过啊，你唔免讲啦。你回去哦，退冰了哦，用大火啊油哦，大火甲烘下，哦，油用大火甲烘下哦，啊，等到30秒糊起安尼料啊。哦。啊，这些我问一个五个人去也无啊啦。那我招你买1000，招你买800-700-600，500。那我们这虾啊，无够今年啦，你太过虾啦，只水着。我们吃的吼，真正是人，真拜托，万拜托。300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倒落来，你来落去，你来安尼落去，你来。300块了。好 ，OK 啊。老结婚哦，老结婚哦，老结婚哦。哦，够了，我开始来。来。